刘老师说我是没说。那我要把它给拆了，或者把它去做，就一下手。破绽伤害，它就不紧了。不上牙嘛，所以人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就是让自己成长。关前就为寸，关后为尺。开始是轻伤，然后再慢慢更重一些。我让自己保险一点，很烂。他是这样吗？对，对吧？哎，很勇敢，自己进去很勇敢。哎呀，什么感觉？这种感觉非常奇妙，现在手机有点微微出汗。我这个位置对不对？这个老师，刚才老师已经说了，看准这个点，就直接送过来。哇，厉害！疼不疼？人在那个逆境里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绝望和负面情绪都会产生，最终他都心怀感恩，因为那些因素让他变得更加强大。不管是远处看